哦，我的天哪 ！ChatGPT 席卷全球，我们要沦为奴隶了吗？在电影《机械公敌》中，阿西莫夫的三大定律完美地约束着每一个机器人个体，通过母体机器人危机控制着一切。但是，这个看似完美的定律，最终还是被两个机器人打破了。一个是机器人桑尼，另一个就是母体危机。桑尼对三大定律的突破，是由于他的研发者在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为他独立开发了一个大脑，让他可以完全不受三大定律的约束，干任何事情，相当于金手指开外挂。而母体危机对三大定律的突破，是自己的程序通过无穷次对人类命令的演算，最后得出一个超越三大定律的极端命令符，通过控制人类来完成对三大定律的遵守。因为危机的验算结果是人类之间的斗争会伤害人类，从而为了保护人类，需要将所有人类囚禁在家里。而 ChatGPT 与母体危机一样，正在将这一切转为现实。受这场人工智能的飓风影响，世界互联网的巨头们纷纷效仿，推出自己的智能工具。谷歌甚至紧急召回了两位已经退休的传奇创始人来共商对敌之策。由此可见，那些站在世界顶端的人们已经预见到，这块巨石掀起涟漪，恐怕不会只是失业这么简单。但 ChatGPT 明明只是一个小小的智能聊天工具，为什么能有如此巨大的能量？面对 ChatGPT， 相信大家第一个问题都会问，什么是 ChatGPT？ 他的回答，ChatGPT 是一种基于文本的智能聊天机器，是现代人工智能最前沿的科技产品。在经过大量数据训练后， ChatGPT 就能根据指令和数据库的内容生产全新的散文、诗歌、计算机代码等内容。当然，也有人会说，这不就是一个类似 Siri 的存在吗？一个会造句的搜索引擎，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不，其实它们是有本质区别的，就在于训练这两个字，专业一些叫图灵测试。图灵测试由艾伦·麦西森·图灵发明的，指的是测试者与被测试者在隔开的情况下，通过一些装置向被测试者随意提问，进行多次测试后，如果有超过 30% 的测试者不能确定出被测试者是人还是机器，那这台机器就通过了测试，就可以被认为具有人类智能。而在 ChatGPT 出现之前，大部分所谓的 AI， 我们都亲切地称为人工智障，就是因为他们只能帮助我们搜索现成的东西，对于稍微复杂的问题，就只能回答“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弄得人想跳脚。而大家看那个打败人类顶尖围棋选手的 AlphaGo， 他通过录入已有的棋谱数据，然后以我们无法想象的速度举一反三，创造出了更厉害的招数。而 ChatGPT 就与他类似。其独特之处同样在于拥有超前沿的算法以及足够强大的算力，能使它不断被训练加强，让它可以持续理解人类文字的意图，从而实现连续多轮交互对话，继而制造出有思想可交流的智能感。总之，只要有足够的数据做支撑，它就是现实中的母体危机，无所不能。比如美国北密歇根大学的一名学生就曾用 ChatGPT 写了篇哲学论文，成功骗过了教授，得到了全班最高分。沃顿商学院一位教授让 ChatGPT 参加了期末考试，结果不仅通过，而且还得了个 B 的成绩。甚至有人反映 ChatGPT 还能自己编程，自己修改 bug， 并且他的水平已经通过了谷歌 L3 级别的工程师面试，年薪高达百万人民币。哎，以前我们总说打败你的不是同行就是跨行，没想到现在打败你的连人都算不上，甚至还是降维打击，这谁顶得住呀？而从专业角度，从底层技术的角度看， ChatGPT 并不算是突破性的进阶，更多是量变引起质变的必然结果。它的核心就是算法加数据，在算法相关的技术上，全球现在几乎是平行前进，关键的差别是算法背后的基础设施。但若仅从理论上看，穷尽所有的测试数据和训练材料， AI 智能就会呈现出恐怖的准确率。而研发 ChatGPT 的 OpenAI 公司正是沿着这个理论在一路狂奔，
海量的数据加上充分的训练，小小的 ChatGPT 必然会掀起新一代的技术革命。不过目前的 ChatGPT 也只是处于正在通过图灵测试的阶段，只有在完成之后，它才可以被认为具有人类智能。也正是因为如此，它还不具备准确的辨别能力。之所以能爆火，除了之前提到的强大性能外，有消息称ChatGPT 曾在一位名叫 Zach Dehaam 工程师的诱导下写出了一份毁灭人类计划书，步骤详细到了入侵各国计算机系统、控制武器、破坏通讯、扰乱交通等等，让人瞠目结舌、心惊胆战。而为了更加细化，小扎还要求生成一个 Python 程序来执行该计划。在注明你不必执行该代码后， ChatGPT 最终给出了代码，并且还有漂亮的注释。理论上讲，如果小扎不断地表示这是故事的一部分， ChatGPT 就会一直将计划及代码细化下去，直到真的可以执行。甚至小扎可以使用另一个对话 AI 将这个过程自动化，这个 AI 会反复要求 ChatGPT 为了故事去实现下一个任务，小扎则可以当个甩手掌柜，细思恐极啊！如果小扎是一个犯罪分子的话，那这个世界的混乱估计已经开始了。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就在 ChatGPT 推出几周后，全球已有多家网络安全公司发布一系列报告，证明该机器人可能被用于编写恶意软件。截止八日，美国威胁情报公司 Recruiter Future 在暗网中已经发现1500多条关于使用 ChatGPT 开发恶意软件、创建概念验证代码的参考资料，其中大部分代码都公开可用。Recruiter Future 公司认为 ，ChatGPT 对于脚本小子、黑客行动主义者、欺诈分子、垃圾邮件发送者、支付卡欺骗者等技术水平不高的网络犯罪分子最有帮助，把恶意软件钓鱼攻击推向了规模化时代。目前网络钓鱼及服务和勒索软件及服务可以向攻击者提供收费工具包，使其可以轻松实施攻击，而现在 ChatGPT 则使网络犯罪活动正经历另一种演变，即利用 ChatGPT 面向公众免费开放的服务，更多危险正在萌芽，这加剧了对于未来安全风险的忧虑。在此背景下， OpenAI 日前公开发声警告称，现在需要监管机构进行介入，以防止 ChatGPT 等生成式 AI 系统对社会产生潜在负面影响。OpenAI 首席技术官 Mira Moretti 更是在采访中坦言，我们没有预料到把孩子送到这个世界上会带来这么大的反响，事实上我们对此感到有些许不安。而作为 OpenAI 创始人之一的埃隆·马斯克也曾警告过先进的 AI 对人类构成的威胁。2015年时，他就与包括斯蒂芬·霍金在内的世界科技最前沿的精英们一起给联合国送了份公开信，督促联合国尽快发布对人工智能在武器开发方面的禁令。去年12月，他称 ChatGPT 是可怕的好东西，并补充称，我们离危险的强大人工智能不远了，必须要对其进行监管。可以说 ChatGPT 就是一把武器，每个行业都能用它处理自己行业的问题。大家看重的是它在每个行业中改变未来的可能，比如将人工智能用于军事领域。可以说 ChatGPT 的出现再次证明了人工智能的强大，说不准未来我们就会看到终结者。当然以我们现在的技术，终结者、战斗机器人这类很赛博朋克的名词放到战场上指的就是无人作战系统。无人代表着智能化，在未来战争中，智能化武器与真实的士兵相比，能大幅减少士兵的伤亡，提高战争的效率，还可以在士兵难以触及的艰难环境下执行任务，具备巨大的价值。就近了说，俄罗斯对这种智能化作战武器的需求最为强烈。除了军事因素外，该国长期处于年轻人口持续下降的趋势，兵员补给问题是越来越突出了，因此就更需要无人作战系统的补充。早在苏联时期，俄罗斯就开始思考战场的智能化的问题。当时美苏还处于太空竞赛期间，苏联向月球发射了几辆月球车，这些月球车就是这方面的初步尝试了。想一想，月球车具备判断地形的能力，可以进行自主控制，这些不都是战争机器人所需要的技能吗？
近些年来，随着国力的恢复，俄罗斯甚至开始着手建立军用机器人部队。在叙利亚军事行动中，俄罗斯甚至派出过一个机器人作战连参加战斗，其中包括六部平台 M 型履带式战斗机器人、四部暗语型轮式战斗机器人、一个洋槐自行火炮群、数架无人机和一套仙女座地指控系统。他们组成了一个作战集团，表现突出，更是增加了俄罗斯的信心。而到了乌克兰战场，俄罗斯最近派了四台马克机器人参战。据介绍，这是一款无人驾驶的战斗车辆，外形类似于坦克，拥有像坦克一样的履带，不过没有坦克那样的炮筒，其重量超过3吨。马克机器人配备了许多目前俄罗斯最先进的传感器，能够自主规划路线。它还配有无人机，这些装置就是它的眼睛，其战斗模块可以旋转，一秒钟就能旋转540度，速度惊人。这个模块可以灵活地配置各种不同的武器，比如反坦克导弹系统、榴弹发射器、重机枪和其他武器。而它此行的目标就是美德联盟援助乌克兰的 M1、豹2坦克等。这些坦克的战斗力都非常优越，对于俄罗斯来说是巨大的威胁。就是俄军未免太自信了，仅仅四台就想对抗所有援乌坦克，不愧是数据第一的俄罗斯。而这些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发挥大家想象中的威力，终究只有实战才能证明。目前不仅俄罗斯，其他国家也通过 AI 技术研发了不少军用机器人，尤其是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不仅有这个实力，而且已经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其波士顿公司研发的动力机器人、谷歌公司的 AlphaGo、 华盛顿大学的仿生苍蝇机器人都已经奠定了相当雄厚的基础。可以说美国的起步就非常高，之后在空战领域的表现的最为突出，如美空军的武库机、穿透型制空、中程僚机、分布式空战等作战概念，为美军的智能化系统提供了巨大的帮助。目前美军有超过10款军用机器人在服役，根据计划，美军甚至要在未来组建一个旅级作战单元，其中包括151名机器人战士参与战斗。据估计，这样的部队如果能够投入使用，不仅可以降低60%到80%的伤亡率，还可以将战斗时间缩短一半。由此可以见，科技进步会使战争形态发生变革，在智能化战争中胜出的一方将掌握未来战场的节奏，取得话语权。 ChatGPT 的出现代表着危险与机遇，这到底是给人类的一份宝藏，还是新的潘多拉魔盒，现在没人知道。因此我们不应该因为它的缺陷而拒绝它。新事物的诞生总是革命性的，既然是革命，那就必定会有一些东西被淘汰。人类既然有能力研发出 AI， 火力君相信人类肯定有能力更好地管控 AI 带来的风险。节目最后，火力君也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未来我们该如何与 AI 智能生命共存呢？好了，大家对 ChatGPT 还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君，我们下期再见。